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这个产品的拆解的进度的话，有可能跟不上你们想看的节奏啊，因为咱们要拆的产品太多了，都堆在那里，都在排队。今天咱们要拆的就是这一个刀锋2的超薄的移动电源，这一个产品的测试数据都是非常不错的，测试视频在咱们主页，有需要看测试部分的，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去点击看一下。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拆视频内容的老铁们，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啊。咱们话不多说，先拆解这一个刀锋2超薄磁吸充电宝。充电宝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风险，内部有锂电池，稍不注意的话把锂电池扎破了，有可能会发生火灾啊，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用撬棒从这个缝隙把这个充电宝把它撬开，刚才这一下好危险啊，我也没有注意到，突然一下子扎进去了，把这个电池的外皮扎破了一点点，这个还是有电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危险的，请大家不要模仿。滴入解胶剂，主板还有两颗螺丝进行固定，卸掉螺丝以后就可以拿出这个主板和电池模块，壳体的主板下面这里有铜箔，这是纸铜箔啊，散热用的。正面这一块壳体为铝合金的材质，底部这一个壳体为塑料材质。大家看一下，我撬棒撬下去，把电池的外皮扎破了，没有扎到内部的电芯了。如果扎到了的话，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拆不成了。正负极的地方有青鸽子贴上进行保护。NTC 热敏电阻用来采集电池的温度，磁铁和电池中间有青鸽子隔离，用双面胶固定。这一面为 LED 显示，电量显示，有泡棉进行隔离。这个充电宝的主板、电池和这个磁吸部分我都把它分开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这个黑鲨刀锋2磁吸充电宝内部主板设计的集成度是非常高的，整个电路的布局精简设计的风格，为的就是提高系统整体的性能和效率吧，降低系统的故障率，从而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我现在就是从电池端到充电口的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板电路的情况。这一块5000毫安的聚合物软包锂电池，电芯上的湿印被咱们解胶水给洗了，看不到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但是上面有 3C 认证的标识，应该不会是小厂的产品。锂电池保护芯片两颗，型号是 XB4908， 苏州赛星电子出品，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要业务提供电源信息管理方案的公司。这是一颗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保护专用 IC， 内置功率 MOSFET 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环路电路，只需一个外部组件使其成为电池组空间中理想的解决方案，具备包括过充过放电、过流、负载短路保护等完善的保护功能。该芯片不仅适用于数字蜂窝电话，还适用于任何其他需要长时间电池寿命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供电信息设备。这个磁吸充电宝的主控 IC 型号 SW6206S， 珠海智融科技出品，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营业务集成塑模混合芯片设计。这是一款多协议支持的双向快充移动电源专用多合一芯片，芯片集成了5安高效率开关充电，22.5瓦高效率同步升压输出，支持主流的多种快充协议，支持电量计、数码管显示以及相应的控制逻辑。外围只需少量的器件即可组成完整高性能双向快充移动电源的解决方案。 NTC 热敏电阻用来检测电池的温度，充放电电路的输入输出 V-bus 开关管，示意型号是 8205A， 这边一颗这边一颗，使用两颗来控制充电和放电，剧烈的厂家的话没有查到。充放电电路这一端输入输出滤波采用5颗堆积片式 MLCC 陶瓷电容，有插件式固态电容的焊接孔，应该是为了做成超薄的形态，厂家就没有安装。旁边一颗 R0005 为充放电电路电流采样电阻，充放电电路另外一端输入输出滤波采用2颗 MLCC 电容，无线充电端电流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的 MLCC 贴片电容。这一颗 R0020 为无线端电流采样电阻，无线充电主控芯片，型号是 CXX1033，
南京赫瑞电子出品，公司成立于2018年，主营业务提供完整的电源控制器与功率器件解决方案。这是一颗全集成无线充电发射芯片，芯片符合最新的 WPC QI 1.2.4 协议标准。芯片集成了所有功能单元，包括降压 DC-DC、两路 LDO、32位 MCU、全桥驱动及功率 MOS 等等。外围仅需少量的主容元件，支持输入电压 4.5-21伏，输出功率支持5瓦、7.5、10瓦、15瓦、30瓦不同的级别，支持在线升级及加密功能，方便无线充电方案开发。支持完善的保护功能，确保芯片的正常工作。型号 4020D 的 NMOS 开关管，负责无线输出控制，厂家没有查到。5颗 MLCC 贴片电容并联，用作无线充电部分的谐振电容。这个电容在无线充电中利用电池谐振现象，通过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容与电感器共同产生电磁场，实现两端电路的共振，从而传递电量。这种共振现象使得电磁场的能量峰值更大，提高了能量的传输效率。无线控制电路产生的 AC 交流电进入这个励志线绕制的线圈，产生磁场，用于电量显示及工作状态显示的5颗 LED 灯。这是充电宝的一个充电口细节，内部的舌片为橙色，做工细节还是过得去啊。这个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键，铝合金的壳体采用一体压铸成型。这个黑色的塑料壳体后面没有看到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各位老铁们，这款黑鲨刀锋2磁吸充电宝的测试和拆解到这里就全部都做完了。这个充电宝实际使用表现很实在，5次充放电循环，转换效率稳定在 71%。 这个效率虽然不是顶尖，但是它没有虚标。安卓的快充兼容性，9伏的快充档位都可以触发。苹果磁吸充电的表现，30分钟可以把 iPhone 13 Pro Max 充进 25%， 日常应用是足够了。文波表现可以说是惊喜吧，最高52毫伏，电流干净，用起来踏实。轻薄磁吸设计搭配双向快充主控 SW6206S， 电路方案成熟，内部器件布局紧凑，保护电路、无线充电模块、温控元件都是有的，设计思路很清晰。喜欢咱们这种硬核的产品测拆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点个赞、关个注、投个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